雄实际长相说。大家好，我是雄实际的大雄。今天呢，我们呢是来到一家有五家分店的一家杰斯特雄狮快餐。这家店呢是适合呢一些社畜呢吃个午餐，或者说晚上加班完之后没有地方吃饭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来这边吃饭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就一起跟餐厅一起。我们今天吃的主题呢是牛排，还有意面这种西餐快餐。这个是粟米奶油汤，这个是类似于是我送汤，这个是沙拉，对，大葱夹沙拉，粗暴几酱。他们家的炸鸡米花还是挺不错的，脆脆的，很香。鸡米花我来喽。炭烧牛排，辣辣的，闻起来挺香的，是吧？大熊来试试看看，先蘸咖喱酱试一下。这是咖喱酱，刚上台的时候呢，还是挺烫的。蘸一下这个黑椒汁，黑椒汁，就蘸一下这个干面，干辣椒面，对，辣椒面。先芝士意面，啦啦，上面撒的是那个芝士碎，然后呢有浓浓的那种番茄酱的味道，但是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先试一下啊。我也不知道，看到没，这里有虾仁。好了，那我们开始吃吧。大家看啊，这个就是他们的罗宋汤还是什么汤吧，它喝起来一股泡面的味道，我个人不推荐。那另外一个是粟米奶油汤，那这个喝起来比刚刚那个所谓罗宋汤会好喝一点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呢，主要是它有结构在。全场最贵牛排，看到没，里面还是生的那种，需要再烫多一下，因为我切起来不方便，就让小姐姐帮忙切了。哇，现在还是滚烫的，我的腿已经被油溅到的溅成这样子了。这个翻过来，来，你看上面还有点血丝啊。试试一下干酱，回击。咖喱酱很好吃，泰式咖喱比较甜的那种。然后我试试一下黑椒酱，我更喜欢咖喱酱。这个是辣椒面，加了辣椒面，哇，特鲜。香多多我呢，尝试到感觉咖喱酱和这个干辣椒面蘸起来会比较好吃。开心的儿童套餐，一般适合社畜过来吃。来，大熊解释一下什么叫社畜。就是朝九晚五，每天不知道是什么人。九九六吗？因为怎么说，他这片呢，是我们现在是在华南北这里嘛，但是他在深圳就中心区各大地方，他们都是有这个店的。哇，好呀，这个鸡柳啊，不是鸡米花了。对呀，你看大熊在疯狂的安利这个炸鸡呀，可以。鸡柳虽然是刚炸出来，但是我感觉有点凉了，但是回家了还不错。建议大家呢选择那种价格比较高的，因为它价格高肯定有味道比较好的一些。